大家好，我是号角响起的主持人叶舒涵。来自于神的恩典，让我在这些年可以在每个礼拜六的早上，用美好的古典音乐，跟着大家一起来共度非常棒的周末。那么在11月20号，要邀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参加重新起航嘉音电台守护20周年感恩的礼拜。而且最特别的是，那天我将会用我的小号来跟大家一块儿来共度这非常棒的感恩时刻。